现如今，国内有很多楼房楼层不是很高，没有安装电梯，在装修及搬家过程需要运输大量的物料。如果仅靠上下楼层人力搬送的话，时间长，效率低，而且费用也高。最新研发生产的搬家云梯车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，让大家再也不用为往楼上搬运东西而发愁。搬家云梯车的引用对于现代搬家搬运行业有着革命性的升级，它的需求也日渐增大。搬家云梯车市场优势，不同于消防云梯车，成本更低更实用。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，云梯车是常见消防车辆的一种，用于高楼消防抢险作业。伸缩云梯的举升高度大，数量少，同时价格也不低。小型搬家云梯车的出现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低楼层户外施工工作。它除了方便装修搬家，也满足了日常楼层空调安装、房屋外漏水、LED 广告安装、路灯维修等一些高空作业，